先找到钥匙卡，然后再去跟那个混球算账。 那家伙一定就是从这儿过来的。
成功了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这扇门肯定就是出口。 这下你完了，门已经锁上了。
你在哪儿？快点出来！我知道你就在这里。让我花越多时间来找你，你的下场就会越惨。附近。真见鬼了。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给我滚出来，立刻！啊，烫死了！又见面了，克莱尔。你给我等着，混蛋！那一定就是孤儿院了。
帮助啊，雪莉。人呢？吊坠在我手上。雪莉，雪莉，你在这里吗？继续跑！这下我身上真的要鼻屎了，臭！雪莉，我马上过去。天哪！
出动时。好了，雪莉，我快到了。Thank you.
我有个惊喜要给你。对不起，雪莉，我花太久时间了。你说他的实验室不远。等等，哎，那辆缆车。坚持住，雪莉，你不会有事的。雪莉，快到了，我们就快到了。可以搭缆车。好了，最好都检查一下，已经回不了头了。本车开往母巢，到达终点站前请勿下车。想办法治好你的，撑住，雪莉，没事的。为了您的安全，门完全打开前，请勿靠近。为了您的安全，门完全打开前，请勿靠近。为了您的安全，门完全打开前，请勿靠近。欢迎来到母巢，祝您参访愉快。李医师，卡特怀特局长，请您现在立刻前往东区。
现在。手动模式启动，请根据喷洒罐容量对药剂量进行调整。欢迎回来，李医师，您有五泽新信息。哦，哎呀，怎么就把防寒卫套忘了呢？冷却完成。杂草肆虐就到此为止了。警告：您未经授权使用并喷洒系统记录您的行为，您可能会因此受到惩戒。
可恶！太好了，是抗病毒剂，要赶回雪莉身边。回雪莉身边。雪莉，你可以走快点吗？好，我不想催你，可是我们要马上离开。请立即使用智能电梯撤离至 B 层的列车月台。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。请立即使用智能电梯撤离至 D 层的列车月台。能遇见你，雪莉，我也很高兴能遇见你。谢我的话，等我们离开这里再说吧。我想我可以从另一边打开门。偏偏这个时候。
好，雪莉。为什么还能走？